的，九儿就是D调，D调转E调，它又转调啊。传统唢呐吹不了了，现在我的活性唢呐可以吹了，因为我可以转调啊。想不想听？好，吹一点九儿，我现学的，我这是从国外回来，刚听说有个九儿很好听，我也很喜欢，所以我吹给大家听听啊。哇、wow.